有美丽了，你看地盘都美丽的，为啥？慢热行了，转腰。每次打地盘都没力，你看，慢慢。地盘都没力啊，赢钱。来。你看，我要打屁股了。转腰，动脚，动脚，动脚。动脚，干嘛呀？你给我转好腰来，转好腰，对，为什么每次打地盘都没进啊？告诉我啊，打起精神来好不好？每一次打地盘你都打不了。小茫茫，来，快点。有啊，有进啊，我们准备比赛了啊。好的，转起来。对了，哎，我操，啊，伸根呢？哎，正常了，嗯，现在已经恢复出场设置了。哎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没进了。漂亮，漂亮，拉起来，我要动作拉起来，对，拉起来，准备要叫你拉球了。很认真，那小孩他只要做他就很认真，你看他那个眼神，哇，盯球那个眼神，发力，转腰，小芒拉球啊，在中台拉球，今天要学一下拉球啊，好不好？这一盘要比上盘打得好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拼了！钉球怎么钉？注意哦，对了，注意怎么钉球？对了，开始。哇，比上盘打得好多了，走位。漂亮，转腰，对，快，再快点啊！我们现在的球要比以前要快了，我们要进步，知道什么叫进步吗？以前的球是这样子，慢一点我们能打到，但是我们快的球我们也要打得到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进步啊，要跑快一点啊，要下面的脚要越来越快，是不是啊？要求越来越高了，好不好？钉球怎么钉呢？对，跑得越来越大了啊，李宇航啊，扑正手，这板球扑扑老扑不上来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老扑不上来？没油了，是不是没油啊？还有没有进啊？有啊，来，我看一下，还有没有进啊？加油！扑！扑！今天你为什么那么累啊？哎，如果跑位也能够打出这样子质量的球就好了。
现在正手跑位有问题，现在跑正手位有问题啊、哦！这个正手位紧凑一点，不要去够，要跑上去，知道吧？你、哎、蹲下，前脚尖，后脚跟抬起来，看前面，这样子过去啊！来，对，不要这样子，要蹬过来，不要这样子过来，好不好？要蹬地过来。蹬地过来，起动，对，对，对，蹬地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看一下啊，转腰。打不起鸡血啊！好，我们等一下开始计分了。你这样子打，最多100分，不要说130了，100分都达不到。小苹果，给宇航员加油！92、92、93。94。他真的累了。95。加油。96。哇。动脚。你在下面练的是什么、啊、到底我问一下郭教练。练的没力啊，是不是很累啊？难怪。你练的是什么？下午是不是跑位跑的太多了？等一下我们打反手好不好？或者打单球好不好？今天没精神，我们要打看一下三个球加起来能够打多少个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不对啊，这种感觉不对啊！再来，哎，怎么今天怎么搞的？啊，怎么搞的？单球也打不起来。今天是不是机器失灵了？啊，是不是失灵了？来，我给点力量给你。来了，可以了。来，一板一板来啊！别急，别急，慢点。你干嘛？那单球也打不了，我们打反手好不好？啊，来反手，今天的状态不行啊，对呀。来反手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带，宇航，对，往前带，对。对，带过来，带过来，手带过来，带过来，好不好？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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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带压低点，一、二，再来啊！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不要碰，不要碰，
带过来，哎，带往前带，对，对，压到这里来。今天一点状态没有，我不喜欢这样子。我现在我不喜欢这样子，我需要你动力，需要你认真。对对对。好的。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哎，往前一点，再来，漂亮，哎，对，靠点身体带啊，不要乱跑。好的，来，正手，正手再打一下，反手累了打正手。没劲了。没劲啊。